住在玉石社区的街头艺人洪敬义，想为社区关怀据点尽一份心力来关怀银发族，并与社区发展协会合作，每月一次来到活动中心，利用萨克斯风演奏老歌，当起音乐志工，为社区注入美妙的乐曲与心情。优美的乐声阵阵传来，志工们在旁伴舞，每位银发族听得相当陶醉，只说这样的活动非常棒，能够听到许多老歌，心情都能够变得非常愉快。很好啊，对老人的身心 很舒畅，好像比较快乐，已经在家里很物质对吧，来到这里就听到那个声音就很高兴啊，就会想唱歌那样子，那个都是老歌啊，就会嘴巴都会多唱几句。讲来这佚佗，咱真好啦，大家吼安尼快乐啊，哎，唱歌好听，大家足欢喜的啊。伊讲一个月要来一届呢，哎，伊真牛，两阿母足牛的。这是住在玉石社区的街头艺人黄庆义，想为社区尽一份心力，于是和妻子共同来和玉石社区发展协会合作，并在关怀据点的时间，每月一次来到活动中心，利用萨克斯风演奏老歌给银发族听，当起音乐之工，为社区注入美妙的乐曲与心情。现在老人化的社会，很多独居老人，看他们有的在安养中心，有的在关怀据点，看他们都很孤单，因在这边哈，所以我就想到说，我除了在外面的演奏以外，也来这边做音乐志工，来演奏怀念老歌给他们听，让他们心灵上个寄托，让他们也得到快乐。这样啊，我的演奏怀念老歌啊，给他们听，因为老人家都喜欢听怀念老歌啊。演奏时间大概都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，演奏大概四五十首有，像《思我的人》、《阿母的手》、《望春风》，他们都很喜欢。那我有时候也会接受他们的点歌，让他们点他们喜欢听的歌来演奏这样。玉石社区理事长希望能有更多街头艺人来社区演出，带给银发族快乐，也感谢夫妻俩为社区银发族带来优美的乐器，丰富了长辈们的心灵。